除了是一块房间要房间的长短的话，现在大概2007年的在花园这边也没有房间，在花园的从这边的话是长达10米哦，这个用来抓死，所以你不适合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打到，因为我不放，你就打到了，打到我挡住，盖住，我还是盖住啊，我打，那你就把它换成，对，可是如果横一打一拳，好，盖住好，可是你这个打拳，哎，盖住啊，打住好，我还是打住。算的是，哎，还是也可以啊。很多武功觉得这个不是真的，很多我叫你下棋都比这个人强，然后师傅来讲解那个可能性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一下棋可以看几倍。上位置。
一群人光头裤衩，毕业生他就是10个人的行动，所以我都说10个人，我的小组大概10个人，我的员工总共计就是12个人，大概是那就很好赚。但我们毕业生每个月都有好处，不少干，可是你没有跟别人。